那今天介绍这个啊，Dynamic Health 的话呢，它是比较偏向护理实证实物的一个资料库，所以它不是像 p u b m e 那样子查文献的，那它也比较不像是呃我们的 Dynamic 或 UpToDate 那样子的一个实证的资料库，它是把实证的资料呢融进来里面，所以可以看得到啊、呃，我们如果是现有的 CNO 是查文献。 那 d i n i n g p a l t h 的话呢，是把这些文献呢写进这些技术还有这些主题当中，所以它是比较偏向啊实证实务方面的内容。 那它就是让我们可以去直接看到我们所需要的资料，它涵盖的呃面向呃就是啊、呃，其实是应该说它是主题式的资料库，然后它把这些主题呢分成这些大类啊、呃，疾病症状啊，或者是药物有关的讯息啊、影片啊等等。那它也可以跟院内的管理系统做一个整合，如果有需要的话。 然后账户的这个介入还有去取得全文的连接，这边也都可以啊，就是啊使用。那它也提供 A P P，、啊、好，那如果认证的话呢，我们啊也可以去做 A P P 的认证，就可以啊免费使用这个 A P P。然后啊，这个 Daily p u s e 的话呢，它有做两个版本，那它可以让我们快速的就是找到我们要的这个啊讯息，包含写报告、啊、或者是实物上需求的啊内容。 那它的这个内容有两个版本，那差别就是右边的比较多哈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左边有的内容是啊叉叉的这个部分，所以右边的话会多比较多的主题啊，也会多比较多的影片，然后包含这个药物的主题哈，也有都有的就是像持续教育的模组跟积分，还有一些科技化的内容。那这个科技化的内容是 Darling h i l l s 它有别于其他 e p s c o 的资料库啊的一个特色。 那这个的部分，我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说明一下。然后啊，比、呃、较主要的几个领域就是护理的技术方面啊，跨文化的照顾啊，病人的指引啊等等这一些。然后啊，为、呃、他的这个资料库，他也有一个个人账号，一般资料库都有。那我们的账号是通用的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是有使用 e c s d e 的 c i n o u 资料库，那 s c i n c p h o n e 这种，那我们。 在那边建立的资料夹账号，也可以在这边这个平台上登录。然后呃、啊、如果要单独建立账号的话呢，这边的表单哦、啊，就是啊填写之后啊，然后就可以注册。然后这边的积分的话呢，都可以做一个兑换。好，所以如果院内有需要的话，哈，那如果院内没需要的话，它的题目也可以做一个参考。如果我们有出题的需求的话。 那这边的啊查找都可以累积这个零点一的积分。那如果我要索取这零点一的积分的话，我要通过是非题跟问答题的测验。那这个测验就是相对于那个我们阅读过的主题的，做完成认证之后看到这个 PDF 档可以下载。 这个 PDF 档它就会有我们的名字啊。我们如果院内的这个积分可以接受这种形式的话，那就可以帮忙申请。那这个是啊，它的个人账号有具备这个功能。那再来的话呢，是啊、呃，它上面的这一排的工具列，它有不同的啊、呃、分类，所以它其实是主题的分类。那我们这些的话呢，就是等一下跟大家实际上操作做一个说明。 那我们的药物的部分是来自于这个 Davis 的这个要点，这个要点的话呢，它的特色会有像呃对病人的喂教啊，这边会有对病人喂教的这个啊讯息，怎么用药啊等等。然后技术的部分是它里面的资料的一个啊大宗，那像这个 Checklist 的话啊也是。然后我们这个列出的啊夜印的功能，如果是列印技术的话。 这边可以看得到，它会变成是这种框啊方框可以打勾的。所以如果有新来的同仁或我们定期要在病房对同仁做测验的话，那这个都可以去做一个啊下载跟列印。那它搭配影片，影片是搭配这个主题做介绍，所以主题里面可能也有图片或影片。 那影片可以单独下载啊，就是按右键就可以存下来了。然后来源的部分的话，啊，都可以点击这个链接去到来源的这个网站。那刚讲到这个刻制化的功能的话呢，就是我们刚刚建立的那个账号，如果是我们院内的，比如说护理长或是督导。 我们有要为我们自己的病房建立我们自己的这个啊、呃，就是技术的内容的话，我们的资料库可能没有，或者是我们的资料库是美式的啊、呃，就美国医院的这个流程。那如果我是台湾的有自己的话，我们可以做几个动作。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隐藏啊、呃，哪一些技术不合我们这边用的，或者是说我们加一个主啊、呃、警语或注记，告诉啊、呃、这个采使用者，点到这个主题的话。 点到这个技术的话呢，他就可以去做一个留意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是可以做的啊部分。那我们在的话呢，就是看到这边啊，就有一两个按钮。如果我是一个注册了好了账号之后，我是有权限的那个管理者账号的话，这边所谓的管理者不是我们后台的那个管理者账号，而是我们前台隐藏这个资源或者是增加助记的啊这个功能，好、哦，所以的这种管理者。 那这个管理者的话，账号不会给每个人，可能就是啊每个单位的护理长。 那我们的啊，假设会长觉得，哎，这个主题他要隐藏，不希望让同仁院内同仁看到的话，我可以点这个 Hide，他会把这个资料隐藏起来，因为可能对，呃，就是我们院内有自己的流程。那右手边有一个 Add Note，就是增加注记。这个注记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啊，去加上一个警语放在上面这里。那这样的话，点进来的主题就会看到这些我们加注的警语，那就可以做一个说明。所以这个是 Note 加注之后可以看的。 到那当然我们可以加中文，哦，所以只要有管理者账号的话，可以隐藏跟加这个注记的部分。 那再來的话呢，它有一个这个呃 workplace 的技术。那这个呃 workplace 的话，就是这个管理者的账号，它也可以针对我们医院的这个呃技术部分，我们独有的这个 d i n i n g Health 是没有的，我们都可以加上去。那只要按按照它的这个范本填写这个资料，就可以放进去，而且可以搜寻。所以这个是 d i n n i n g Health 它的一个特色。 那它的范本长这个样子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如果我要添加一个我们院内自己的技术的部分的话呢，啊，这个 title 打上去啊，这个重点的注意事项打上去，如果有 YouTube 的连接的话，把那个连接放上去，那这样的话呢，它就可以放在我们的主题当中，也可以就是被搜选得到。 那这个是我等于是我们可以添加我们自己的内容，好，所以这个是一般的资料库不太会有的这个功能。那手机、平板当然这个都可以使用，哈。那我们就实际上进到使用的画面。那进来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是打印 p e a l s 的一个啊架构。这个架构的话呢，是啊、呃、上面这一排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它的主题的分类。 他把他的主题分成疾病啊、症状啊、介入啊、技术啊等等。好，那下面这些图片六个图片跟上面这一排是一样的，重复的。好，所以啊，下面这些只是把它拉下来这样子而已。好，所以实际上啊，比如说这个疾病，这个是跟上面这个是相通的。好，就点这上面的跟点下面是一样的意思。 那这个 logo 一样，随时点可以回到主画面。内右上角这个个人化的图示的话呢，可以看得到啊、呃。如果是有在我们院内注册的话，就会显示出我们院内的名称。然后啊、呃，我们可以去在这个账号当中加书签。然后我的账号的这个啊、呃、内容，就是也可以看得到。 然后右下角可以看得到我曾经浏览过的主题啊，这边也有。还有就是我累积的积分，这个积分我们刚刚有提到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现在点这个零点四，那我就可以去勾这个零点一，然后去点这个 prepare 去完成两阶段的测验。 我就可以去索取我这零点一的积分，好，如果院内是需要用这种方式，或者是新进的同仁，我们要他上来这边去完成这个测验的话，那这样子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，请他提供提交 PDF 档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即便院内没有提呃，就认证这个时数，那也可以在我们单位内自己使用。 然后搜寻的时候呢，一样啊，它有提供中文搜寻。上面的资料的话呢，如果按照疾病来看，这边有 A 到 Z 的这个清单。好、哦，所以这边点进去，你都可以用浏览的方式。那这个症状的部分的话呢，会按照啊，比如消化系统啊、神经系统等等。那如果是这个啊，就是测啊，这个测验或者是这个实验室的这个啊数据的话呢，这边也会有。 好，那护理的这个介入的部分啊、哦，也会按照科比来做一个浏览。那再來是技术的部分啊，那、哦、它会有一个这个跨文化的部分。那我们刚刚讲到，如果我有自己加的，如果有的话呢，它昨天在 Skill 的最下面啊、哦，那到时候如果需要都可以换另外账号登给大家看。然后这边的啊 Drug 啊的盖 e 的话呢，可以看得到药物的内容来自于这个啊 F A Davis，然后它有 A 到 Z 的这个药物的啊资讯。資訊 然后病患的啊、呃、这个参考的资料哈、哦，那我们搜寻的时候，假设我要搜寻这个呃 P I C C，那我搜寻 P I C C，你就可以看得到一样跟啊、呃、就是 Go to，然后那就会有六。 啊、哦，五个哦，这个 PICC 相关的。那我如果点击其中一个的话呢，啊、哦，就是换它的这个敷料的话，那我就可以点选之后进到这个主题当中。那进到这个主题当中的话呢，这个标签它是这个是 t a b i a 上的大纲，然后这个 t r a c l i s t 的话呢，就是它的这个啊、哦、步骤。那图片跟影片就是搭配它做一个说明的。 好，那关于的话就是编辑者是谁？好，那右手边加书签啊、哦，点一下可以把它加到个人账号的书签当中。email 的寄连接就直接 copy 连接比较快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容。这个内容的话呢，大家使用界面都有自己的这个翻译的功能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、哦，像这个 Google 翻译啊、哦，我如果是用 Google 翻译的话，我可以按滑鼠右键，也可以去做这个翻译。好、哦。 那这个翻译的话，因为我现在用英文的 Google Chrome，所以这边它也是显示翻译成英文哈。那正常的话，它会显示翻译成中文，我就可以啊用中文做翻译。那整个 d a n i n g House 的资料都是英文的，它然后也不是 PDF 档哦，所以翻译对我们来说其实相当的方便。然后这边可以看到红旗的部分，就是它的重点的注意事项。 然后这边的一二三就是刚刚讲的来源，这个来源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全文的连接，那我直接点就是会带我们到啊、呃、这个来源的部分，好、哦，那可能是出版社啊、哦，可能是不同的网站，那我们点选之后啊，能不能看到全文就要看啊、呃、院内有没有订购哈。哦 然后再的话呢，这边的啊就是二三这一些的这个来源。那右手边的话呢，会看到影片。这个影片的话，点击之后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影片是提供。We in the insertion site using C。啊，英文的发音。然后还有英文的字幕，好，放大一下给大家看一下。 Apply the skin barrier solution to the area where the dressing will be placed to 那我们如果有需要下载的话呢，这边的三条按先按一下，它会有这个 download 的功能，所以我可以把它啊下载下来。那我们如果放在平板，也可以对病人做这个喂教，或者是啊我们有需要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啊做这个 QR code，然后啊比如放在院内做一个海报，那就是就可以直接点击了哈、哦。所以这边的这个影片的部分的话，这边也可以下载哈、哦，按一下滑鼠右键就可以去下载。 那这个是啊、呃、搜寻的这个功能。那再來的话呢，如果是啊、呃、技术的部分的话，可以看得到跟护理有关的技术，这边也会按照这个不同的部分来做一个啊、呃、就是下载哈、哦。那浏览哦可以看得到啊、呃、就是病人的这个安全的部分，我要做跌倒的预防。 那点减之后就可以看得到啊，这个预防的部分有哪一些？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浏览的功能的话呢，左手边是可以筛选的区域，然后这边如果看到这个啊播放键的话，它就是影片，它会附带一个影片。那这个右边这个图片的图示就是它附带图片，好，所以这个是比较明确的标识，然后右手边这个三个点点跟三条线，就是快的快速的定位到我们的资料。 那如果是技术的部分，跨文化的啊，就是账户的话呢？ 啊，因为这个是呃、啊、美国制作资料库，所以它有很多的种族。那如果在台湾的话呢，可能比较常见是像菲律宾人啊，或者是日本人啊、韩国人，或者是这个穆斯林啊、泰国人、越南人。那这些的呃、啊，就是不同的种族，他们会有一些自己文化上的一个啊考量。那比如说穆斯林啊，那我点了穆斯林的话呢，它会有六个跟穆斯林有关的这个啊，就是账户的这个啊技术的部分。 but 比如说，照顾这个穆斯林的妇女，哦，那点击之后呢，这边会有几个注重点的注意事项，哦，这边就是做一个提醒。所以，如果有矿化的这个哦，就是照护的需求的话，可以点选这一个哦，就是矿化的这个照护。那药物的部分的话呢，A 到 Z 啊，可以搜寻或者是用这个浏览的方式来找到我们要的这个呃药物。那这个药物的话呢，比如说我要看阿司匹林，好，那点。 填选之后啊，这个发音。Aspirin、啊、然后下面这边刚刚提到，它有病患的胃教的这个啊讯息啊，所以今天大概吃啊，就什么时候吃，吃几次等等，这边都会有啊，就是提供了参考。好、啊，所以这个是药物的这个部分。那再的话呢，我们的这个病患的胃教的部分，也就是如果有我们有外籍人士来了。 那我们病患的卫教单大部分是呃中文的，或者是有要做更新的话，这边也可以来这边做一个呃、啊、参考。所以这边的话呢，呃，如果我有要这个就是病人的这个卫教的讯息啊，我也可以在这边啊做一个浏览啊，比如说哦、啊、，COVID nineteen 的疫苗，好，那这边的话就会有这些的内容。那我一样可以点选这个列印，把这个资料呢列印出来。好，所以如果啊有需要的话呢，可以看得到病患的啊卫教的。 讯息。那这边的实验室的这一些的资料的话呢，是指这个病人去做这个影像啊、呃，就是 MRI 等等 CT 这一些的话呢，或做一些评估的话，他的一些啊、呃、需要注意的事项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啊、呃、，Dynamic Health 的一个啊、呃、大致上的一个介绍。 那接着它也有啊，APP，好、哦，如果有需要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去啊使用它的这个啊 APP。那认证的方式的话呢，可以用网络认证或账号认证，好、哦。 那我们如果是自己的账号的话呢，啊，可以看得到这个书签，就是我刚加的，那我可以删除它。然后这边的自呃自己的看的话呢，可以看得到这个啊账、呃、户的这个介绍，哈、哦，就是个人的这个啊、呃、使用的这个资料，哈、哦。那还要再做一次登录。那我如果哦、呃、不想用了，我就点这个登出，哈、哦，我们可以来这边做一个登出，做一个参考。 那撑出之后呢？如果我要再进去的话呢？我们要点这个三印。这边的话呢，我就借用这个三印，然后来给大家看一下啊、呃，就是如果我是有管理者账号的一个呃画面。 那我就借用一下其他单位啊的这个账号。那这边的账号如果是管理者的账号，那指的就是在这个平台上，我如果点了右上方的人像图示的话，它这边会有一个 Admin 的 Tools，也就是说啊，我是啊可以去管理啊，就是刚刚看到那些主题，我啊隐藏的主题，我有加注注记的主题，还有就是我新增上传的主题。 那如果是啊、呃、这个新增上传的主题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得到右手边有一个 a n d New Skill，这个 a n d New Skill 如果点选之后，你就可以看得到它会有一个范本。那这个范本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照这个范本来做一个啊、呃、填写。 那因为我们的技术的部分，它的架构都是固定的，所以你就可以在这边去套用上我们自己单位的这个啊资料放在这里。那打中文是 OK 的，不用做啊英翻中，好不中翻英，这边就可以直接打上中文的。好，那打上去之后，搜寻是搜寻得到。那浏览的部分呢，会放在 Skills 的啊下面这边会有一个 Workplace 的 Skill。好，那这部分因为没有任何的新增，所以在下面这边还没有出现。所以如果 如果有需要的话，那注册这个账号的话呢，需要去呃就是跟我们申请。好，那跟我们申请，我们会把你所注册账号啊、呃、改成是管理者账号。那通常院内可能是啊、呃、阿长会比较有需要，就各病房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呃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介绍。所以这个是我们 d a r i n Health 的一个简单的介绍，到这里。